哇，这个厨房够大，这个厨房炖猪脚就很香了。我来看小六的，参观一下小六的新房。六嫂，哎，六嫂，吃饱了没呀？吃饱了，先坐啊。啊，你看一个电视机，就那小子在那里看。是你爸看的啊，电视现在。哎，这里，哇，那个阳台，真喜欢。我宽了。我的阳台好。多少个房啊？六个。六个房啊。是啊，你看小六哥就喜欢这种，而且那个大一点的，都大，够通风。哎，够通风，有风的啊，这种。这个都是让人显得温馨，就是说，你包括他的家具，我这个装修风格就是老古董，就是啊，我觉得有点像古风那种，但是很温馨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谢谢，叫时尚古风，不是老古董，老古董是老古董啊。我是比较老古董一点，就喜欢。哎，这个都买成60万啊！那个可能若干年啊，这个有收藏价值。是你健康，是你健康啊。我看一下。挺宽的哦，这个阳台挺宽，外面风景不错，下面有个花园啊，你看它这个朋友玩了啊，对，它这个区还是不错的哦，哇塞，它这个区好哦，你看小朋友啊什么都可以，你看那里有别野吧，没有，表妹那里有别野。好像之前我们也搞了一个别野哦，大哥，我今天也要搞一个。过几天我们在，明年，今天我跟彪哥一起搞一个。李先生啊，今年我们努力干活，想穷的难。对啊，也买，我买这里，你买对面，彪哥买楼上，斗地主，好不好？好。这边都是新的，那就是在路光出来的，这是洗手间。那这洗手间也大了，是吧？两层的，确实可以。那手机，照照看我这么多帅，有点黑，是真的。帅是很帅的，小妹，我到底帅不帅？哎呀，还可以啦。是吧？还可以吧？你看那二嫂那种眼神，就好像我。就好像我很不帅一样，你们再看看这个，啊，这里有一个客房，卧室哦，啊，这有卧室，那边有挨着阳台的，是吧？对，小六哥，我也想有朝一日我也买一套这种房子，那赶紧买去，还要努力，努什么力？现在就有实力。前两个最大表了，高高低低放心，说实话。毛坯啊，毛坯就是，如果说当时像那个存款的话，七十八万，存款七十八，但是有那么大也，但是我买的时候那时候不够钱。找个哥吗？哥借给你的。我就是供十五年。供十五年。我带了那个15万，每天分斤的话，开始收入的时候现在5斤了。这十五年反正就是分斤不管，这十五年就是要自己上工分的。来，先我尝试。谢谢六嫂。南总来了啊！来满了，走。不讲这种，不讲这种。招呼不招啊？这个装修25万，全部所有一起。买家具就是。大不大？说啥呀？哎，我们现在这看到这个房啊，你看，我就很喜欢这种采光非常好的这种房子。你看，那里采光，那里没采光，然后好像那个房也有采光，是吧？基本上每一个房都有采光。然后这种房间真的像他这样的这种设计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，我以后也想买，等我努力赚到钱去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个贸易间啊，它是这样子的，
这样子，可以有个推的，它这种利用的好，是不是？你看看这里，空间利用的好啊、哦，设计很好啊、哦。这些都可以放东西的，放衣服啊，放那些被子啊，那些之类的，蛮宽的嘛，这个空间。咱们努力一下，以后我也买它。78万，好像刚才小六哥说了，他这一整套房子是总共是78万啊、然后他首付是15年啊、然后供15年，装修呢去了总共是25万啊、感觉还划算哦，25万，关键他你看很宽，6个房啊，对，6个房，一个大厅，还有一个大阳台，是不是？每个房都带阳台，这个很。哦，这一个是主人房了吧？这个是主卧，不是主卧吧？旁边那个是主卧。不，你看这里还有。哦，带卫生间的是吗？对。哦，是两位，应该这个是主卧了。对不对？嗯。你看那花洒、啊、是吧？这是带卫生，这带卫生间的，然后带冲凉房的一个房间。这应该是主卧吧？嗯，应该是主卧。我分不清。这个房间比较大一点，那是主卧。对，就是放在这里。哎，它这种格局非常好，我觉得。这个是厨房。哇，这个厨房，表妹。嗯，厨房也挺宽的哦。厨房就是你的天下，是不是，表哥？这厨房太大，够用。我家厨房很大哦，哇。我没问到，就是他看得清楚啊，他先看见我的。这里还有一个书房，喝茶的地方，也挺宽的哦。又拿他没有办法，没办法。都讲，咱们生活真的。说实在的，现在好。还好他坚持下来了。这种东西，因为放在几年前就不会有人认同，是不是？但是其中，不管是今天好还是不好，但是，说实在的，做这个，今天就算我们刚开始卖货的时候，也不认可啊。对。但是做这个。现在不是越来越多人认可。就按你爸这种思维去看待这个事物，当时在想，坐在这里，其实你爸可能现在。住在这里的时候，他看在穿着会想，当时我儿子一天到晚没黑没夜的在那里做油煎饼，但是确实很辛苦，真辛苦，真的辛苦啊！我那个时候，我跟二妹三个月挣了147块钱，我两个人高兴得不了。三个月挣了147块钱，高兴得跟我老婆啊两个人抱在一起笑，真的。三个月头三个月挣了147块钱，二哥。哎，有些人他是不能不会这种辛苦。对，我们最开始的是3块5毛钱。他跟小海第一天有收入的时候，在今日头条3块多，一分钱啊，一分钱。那是刚开始一分钱，对，一两个月都是一分钱哦。后来有3块钱的时候就有动力了，后来变成7块，做了四个月、4、5个月都7块钱的时候又7块钱、8块，后来变成13块，然后跳，突然这就是很突然的，有一天就给你200块钱，哎呦。几个人啊，高兴的马上觉得，哎，这个钱还是能挣的，有希望了，马上就想办法了，拼命的想办法。小千，我们也来沾沾喜气，向咱们的小六学习。每个人都有优点，希望明年咱们小六哥又再买一套，又摆的，又可以，你又小千来，又来，见几天，我们又来了，每年都搞，我们都来，一年搞一套。不用送我们，你走就好。